简单生活台语学习一读册，台湾的人差不多拢捌字，毋捌字就好亲像痴迷牛，所以咱需要去学习。政府有提供免费的课程，毋过我的时间无一定会拄好，莫替家己找理由、找借口，总是感觉时间无够用。搁较按怎讲嘛爱读书，常用口头语：一，你较差不多嘞；二，你哦。理由一大堆，三买爱钱，看免钱，四搁较安怎嘛爱忍耐，